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今天要利用简单10分钟的时间展开我们的上半身。尤其你平常打电脑或者是搬重物，驼背常常往前弯的话，这支影片非常的适合你。在这边，我也要召集大家到我的网站上订阅电子报，因为我即将要开启线上瑜伽教室。等到课程都准备好之后，你就有机会得到课程的9折优惠。如果你喜欢不受时间、地点限制的练习，也喜欢和我一起练习的话，都欢迎你到我的网站上订阅电子报，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G。我在 IG 上会分享我在波兰的生活点滴以及教学状况。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有兴趣，或者是有一天你想要来波兰玩的话，都欢迎你追踪我的 IG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将我的影片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或家人。准备好之后，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上半身展开练习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到四足跪姿。我们让你的双手掌心贴地，停留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先做一个猫牛伸展，深吸气来到牛，尾骨顶上天花板；吐气来到猫。再一次深吸气牛，吐气猫。最后一个深吸，深吐，让你的重心脊柱来到一直线的位置。我们让你的左手举高，朝向天花板，左手看上天花板，停留在这里。左手往后，可以的话，带到你的右脚的大腿内侧，手下手继续推，让你的胸口翻开来。很好，让你的手解开，回到四足跪姿，让你的左手肘在地板上，重心往后带，左手肘来到后背的位置，额头贴地，右手肘来到地板上，感觉你的三头肩膀还有背部的伸展，停留。很好，让你的手先往前带，然后再让你的身体退回到四足跪姿。我们要换边，深吸一口气，让你的右手举高，吐气，右手往后绑，来到左大腿内侧，下手推，胸口继续翻开来，停留。深吸气，右手举高。吐气的时候，右手肘来到前方的地板上，掌心往后，左手肘贴地，额头点地，停留在这里，感觉你的三头肩膀还有后背的伸展。那如果你有在练肩推、胸推，或者是后背、阔背肌的练习，这些都是很棒的练习。好，我们让你的身体提起来，提起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双手的部分，所以将你的双手肘都来到地板上，掌心合掌，让你的重心往后带，额头贴地。合掌之后呢，让你的手往后，来到你的头后脑勺，停留在这。让你的手解开，上半身带起来，带起来。我们将你的身体往后推，坐在你的脚跟上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坐到你的脚跟的话，可以在坐骨下方放上一个瑜伽砖。好，我们停留在这里，让你的双脚膝盖微微打开，没有关系。深吸气，双手往后，
十指交扣，吐气的时候手球往下滑，肩胛骨往后夹，视线看向天花板，但是头没有掉，头要提起来。很好，我们慢慢让你的身体回到中心线的位置，让你的胸口往右转。很好，让你的身体回正，再让你的胸口往左转。身体回正。我们深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重心往前带，让你的头顶在地板上，坐骨离开你的脚跟。手球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停留在这里。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慢慢让你的手往后，上半身手解开，让你的上半身提起来，提起来。我们让你的双脚还是保持打开的。我们让你的双手往前。手往前延伸，手刀在地板上，再一个，额头点地，停留。好，将你的上半身提起来，让你的左手来到侧边，还是手刀在地板上，延伸到最远，但是脚跟还是在坐骨上。再一次试试看，你可不可以额头点地？那我是不行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会感觉侧身的伸展很多。很好，让你的手拉回，拉回。我们现在要换边，让你的右手手刀往前延伸很多，左手肘在地板上。可以的话，让你的额头点地，停留在这里。深吸气，身体带起来，让你的手刀往侧边带，另外一只手也来到侧边，继续让你的手刀延伸很多，但是坐骨没有离开脚跟。再一次看看可不可以额头点地，如果不行没有关系，诶，我这边可以，停留在这里，保持你的呼吸，你感觉你的后背很深的延展。好，让你的身体提起来，手回到地板上。我们将你的双脚并拢，双脚并拢，额头点地，让你的双手来到膝盖左右两侧，肩膀放松，感觉你的肩膀有很强烈的展开。好，我们让你的身体带起来。以上就是简单的上半身伸展。如果你常常觉得你上半身非常的紧绷，你可以一直回来练习这一支影片。它对你的驼背以及胸口胸闷、呼吸不顺畅，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改善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，并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或家人。我们下次见。